今天我和 Ava 穿了个法式亲子装就出门了。我们今天打算去卢浮宫逛逛。这次来巴黎，我们打算慢慢的逛几天，也就是很休闲的玩。卢浮宫其实是可以逛一整天的。之前 Ava 年龄比较小，所以来的时候看不太懂。看看今天会有怎样的表现吧。在去卢浮宫之前呢，我们到这儿来喝一杯咖啡，吃一个法式的早餐。是我的瑞巧斯，Ava 的是果汁。这巧克力我都喜欢把它给搅一下。这次卢浮宫我们是通过一个软件下单买的票，所以还附赠了导游的讲解。不过讲解的不是卢浮宫里的作品，而是卢浮宫的建筑过程。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吃早餐的时候，其实 Ava 就开始不舒服了，我就赶紧去附近的药房给 Ava 买了些药。就在导游做讲解的时候， Ava 的头非常的不舒服，眼泪珠子就开始往下掉了。我们在软件上买的票是不需要排队入馆的，但是还是需要排队安检。排队的时候旁边有很多的小店， Ava 看到一家法式奶茶店，刚才听到吃的时候还在摇头，这时候能想喝点东西，我就赶紧让他去了。好点没？没有哈。哦，这次出来运气太不好了，不过没关系。小Ava现在好了一点。哎呀，刚才看到我都想哭了，现在就在憋尿。看到Ava好了很多，我心里的石头也就放下了。哭的时候就叫嚷着回家，我还在想这一次的行程算是泡汤了。还好不放弃的时候幸运还是降临了。往常来卢浮宫的时候都是走马观花，这次反而是Ava一路给我解释很多名画背后的故事和年代。看来博物馆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带孩子来一次，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我们入馆的时候是11:30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快下午4点了。这次真是收获满满。从卢浮宫一出来就下起了雨，买了把有巴黎图案的伞。Ava说他饿了，我们去找家面包店吃点东西吧。每次来巴黎都会遇到下雨的天，记得和蕾蕾妈妈去迪士尼玩也是，我们都淋成了落汤鸡。上次来巴黎也是，刚刚走到巴黎圣母院附近，一阵大雨。啊，这次我们也还是没躲过。好了，Ava点了三明治，我是吃不进去了。早上我的那个croissant，你的那个没吃完的我都吃了。你早上不舒服吗？对，真的。你不舒服的时候肯定不能。我这样。晚上。咱俩还冒着小雨出来再吃一个中餐。好像这里有一个叫西安的那个餐厅，它里面应该有肉夹馍还有一些面。因为离家不远嘛，我们也不想太远，巴黎毕竟我们也不熟，不是很安全，所以我们都不用坐这个车，也不用。对，巴黎人还是挺悠闲的，晚上坐在小酒馆吃个饭聊个天，晚上 Ava 的头也不疼了，牙也不疼了，太好了。早上哭的呀，我都没有那个心思去录，知道吧？我都没心思去拍，啊，哦，也挺浪漫的呀，对吧？都有了第二次。对，这我们住的这个区还挺热闹的呢，晚上你看，啊，就在这边了。好，我们到了西安，走吧。好，我们来了。Ava要吃一个肉夹馍，一个灌汤包。那你还要炒一个什么？不炒那个不再炒一个洋葱牛肉是吧？对，哎，这个小店还挺温馨的，老板也特别的热情啊。今天星期一，所以人还比较少。有些时候忙的时候也挺忙的。来一杯，今天不开车，累了吧？还可以。哎呀，现在开心了。早上，哎呦，哇，我的鱼香茄子，这 Ava 的肉夹馍，开心了，给我一个，好，谢谢。这应该跟我做的这个差不多，里面有香肠，全裹的茄子。待会儿，武汉的那种更加明显，嗯，有甜，甜味是吧？
这个洋葱牛肉也好吃，有没有阿姨阿姨家的好吃？没有，但是也好吃。好，尝一口。好嘞，非常嫩，好吃。我的这个茄子也不错。等米饭来了，嗯，米饭，谢谢，给你一点吧。我能再拿给你，哎，好，谢谢阿姨，谢谢啊。我们两人点好多菜呀，这个吃的好开心，用一点点辣油，我这个，哇，都不知道吃啥了，慢点，你加点辣椒吗？来，给我一点。这个灌汤包来了，哎呀，这 Ava 有在苏州吃那个，是不是跟那个豆豆阿姨的那里的一样？你看里面的汤好多呀！哎呀，不喝汤的还学会吃汤，喝汤汁了，很烫很烫。慢点，慢点。这个汤跟苏州的有点不太一样，那是正常的。我们这都已经到法国来了，怎么会和苏州的一样？而且我们这是吃了一家西安的店，因为苏州有点甜甜的，这有点咸的。苏杭那边包括上海都是吃的甜的。对，这我知道。我尝一下肉。好。肉特别嫩啊，那就好了，吃吧。我觉得和苏州的那个有一点点像，还蛮好吃的。这包子有三个，这个留给你了。你吃吧。怎么嘞？你吃，每次都要留你吃。那什么？好。哎呀，谢谢。我吃的好饱好饱，最近都在减肥，这一餐算是破了。一个人一个肉夹馍，两个那个汤包。然后加这么多的菜啊！今天我们母女俩的行程又会发生怎样有趣的事情呢？那我们就明天见吧，祝大家好心情。这个呢就是 Ava 做的，哇，这鱼香肉丝也好吃，怎么样？好像他那样。